真。对啊，像讲到仪器，有一次也是上大夜班，然后就是，就我一上班就听到一个声音，就音频很高，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已经寻过，就没有机器有任何问题，然后就工作到一半交换班，我还是听到一个很音频很高很高的声音，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学姐讲，她说你有听到吗？她说有的人有听到，有的人没有听到，那可能是频率的关系。然后就后来我就说，不然我们再去找好了，就把所有的电源都拔掉，就还是听到那个声音，就到最后就找，就最角落有一个阿伯，他的那个助听器在叫。也好，有的时候就自己吓自己。Sometimes 有时候是有科学可以解释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角落其实也不太好，就是很角落，可是它旁边没有任何仪器，所以我们就不会找到那个地方。但是后来找很久，会发现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助听器就对了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听到。所以那个什么那个结语，刚刚那个有可能就刚好某这条线路。秀抖了，然后又开启了，有时候不断开启的时候，突然就会动起来，有没有？Maybe 有些科学的根据可以解释。可是